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昨天晚上下了100上的小雨啊，到现在外面还在下雨。今天的话就是放假休息的一天，又到中午做饭的时候了，一起来看一下今天中午我们要做什么饭。我房间一会儿快点打雪，我觉得一会儿你上打雪。啊，这是我弟弟，我家弟弟照的槽啊。这是我们家弟弟的葱，你看前段时间还短，你看这才长得长长。这可要走的啥分了？看这样子应该是脚细面啊。头刀嫩韭菜。这个是姜水。起锅倒入新鲜的胡麻油。我的家乡在天水，这里四季分明，气候宜人，这里的人热情好客，最近人均水房上热度持续上涨。姜水舀进去，再来一点韭菜。最喜欢吃的就是姜水面，看到没有？今天的姜水面就好了，看一下手擀面来。吃面之前来一根大葱垫垫底，简直是美啊。喝两口汤。